啊，你报警嘛、啊！你就问伟哥，我现在查到你的身份，我要开你单，身份证多少？哦、身份证多少啊？学长，你没有查出来吗？他、啊、不报、啊，他身份有问题吗？有确认过吗？只是我阿公家，我搬我身份证多少？是报不出来他的户籍地址。身份证多少？像吗？拍就好了。我多少像吗？讲起来就是背在讲背在身盖管，安尼唔对，我边叫他干呢？不是他吧？然后一开始生日也报错，所以我请他再确认。是这个。我之前地址也没报出来。对。我当兵之前，我上来台北青年，那时候有健身。没关系，我等下慢慢查。对啊。那个瑞没有、哦、我跟你讲好不好，我现在合意怀抱你谎报证件好不好，了解吗？我有错吗？你有错，你现在我就用你谎报证件。为什么？哪里谎报证件？你第一个报给我们同事的时候，你生日第一个就报错，我现在地址也报错，好不好？没有报错。对呀，第二我核对你的国民影像，也是觉得你有，已经有非常不像，好不好？地址我没有报错。我现在问你要不要配合？你要不要配合？我等你啊，我等你。哎，修哥，那个安全锁。我没没拿，我几枪，我配合，我配合，我。另外一边安全锁。来，我坐中。我开车啊你。好，您开啊，另外一个。哎，过来啊。接哥，我干嘛玩啊？好。